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永冠前朝，我是永哥黄永文。今天是礼拜三8月23号，先祝福大家周三愉快。那么我看一下大盘走势怎么样呢，我看一下大盘走势现在上涨了83点，各位开高以后就走高了，那没有错，我符合我之前的想法，说盘整完以后就会之前会变盘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日线的话还是在整理，各位只要收过这个长黑的高点的话，它应该就会开始反弹的。第一个，台股受到外资连续5周卖超，台股上金额为1613亿元，唯独投信买超230亿，算是挺台股的法人，所以这波来讲的话是投信买的。第二个，受到辉达大涨影响，重振 AI 族群，加上世星 KY 争霸股王，让台股持续在半年线上震荡。那么看大盘的走势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那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各位这个长黑的高点大概在这个地方16585点以后突破完以后，它自然就会反弹的，这可能会脱离这个半年线的一个箱型的区间震荡，不妨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边，那 AI 概念股的话，九月旺季来了，辉达公布财报前夕，大摩押宝、台积电、创意等14档类股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说最重要的营收 AI 占手比例来讲话，市场高度重视下游的硬体商，2024年以技嘉、微影跟广达营收来自 AI 比例最高，所以这三档是最纯的。那不妨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。好的，那我们看一下下一档是道琼指数。那道琼指数我们稍微看一下说它现在是收敛格局，各位它半年线在这个地方，那我可能机会在慢慢的回撤它的半年线，它还收敛。各位所有投资人担心联准会进一步升息之下，以及维持高利率更长的时间，加上银行股下跌之下引发美国消费力道的担忧，所以持续的往下做回档的修正收敛格局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那么费半呢，各位看一下，其实昨天受到辉达跌 2.8% 影响，加上台积电跌 ADR 跌 0.35%， 整体反弹无力。那今天来讲话，台股表现的还不错，开高以后往上走。那辉达财报在即牵动本周的美股走势，所以各位辉达走势看这边，它快接近前高了，476.95，这边快接近前高了，所以不妨可以看一下，如果辉达再继续走阳的话 ，AI 概念股还是有机会持续的续涨空间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那么台币来讲话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，各位台币现在整理 ，OK。那么台币的整理格局，全球观望央行年会即将登场，投资人聚焦于 FED 主席鲍尔于年会上的演讲，主要是利率的路径以及打击通膨的态度。如果通膨能降到2%以上的话，它应该不太会升息。第二个，台币的话维持31.9及32块之间的震荡，所以在这里区间震荡，你也不要想太多，有机会可以突破32块的话，是机会非常大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一下。好。那么我看一下，我们8月16号的时候跟大家介绍这张顶天3306，这时候涨停板续报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股票3306，买进价位在这个地方 ，OK， 受惠广达子公司影响直接受惠。那其实来讲，顶天什么时候跟大家持续分享的呢？我们看一下这个字卡，在7月14号的时候跟大家持续分享，有这根黑黑棒的话，丑丑的把它买进完以后，各位享受到获利的过程。我们7月14号买进以后，各位把它对过来，同样的黑棒把它对过来，同样的一个成交量，这张股票叫做顶天3306都没有变。盖牌的话，各位来讲话，盖牌完以后，这张股票就持续的创高。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利多行情呢？受惠积极发展车用，包含 AI 摄影镜头及先进辅助驾驶系统 ADAS 的话，其实创高。那我们看7月26号的时候，各位丑丑黑棒，今天涨停板 ，OK， 好。到7月27号的时候，各位顶天持续创高完以后，什么时候买的？7月14号的时候43.6买进完以后，或许你要忍受它收敛格局，收敛格局完以后，各位又喷出去了 ，OK。7月27号的时候53.8，各位大涨了10.2元。涨幅呢23.3%，是不是都会有涨幅的空间？那我们看一下8月16号的时候，我当时要跟大家持续追踪，拉回来收敛完以后，就是我们切入的时机。我曾经跟大家讲，我的股票拉回来记得要观看一下，受惠广达集团子公司的影响，近期发展车用产品，包含的 AI 摄影镜头及先进辅助驾驶系统，以迎接车联网的时代来临。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下3306的顶天，8月17号隔天又涨停板的，一张赚7700，10张赚77000，100张赚77万。你与永哥的距离不在于费费，而在于决心。你们想知道标股的产生？那8月16号的时候，各位这边傻傻的买进去。8月16号在盘中的时候 ，OK， 这边跟大家分享顶天这张股票，咻涨停板 ，OK。8月17号，各位
收盘十点后涨停板，八月十八号上礼拜五，各位第三根涨停板起续报，所以各位我们看一下顶天呢，后来呢它的获利怎么样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。新会员呢，三天三根涨停板 ，OK， 这边一二三涨停板 ，OK， 旧会员的话绩效59%，这里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一二三四五六，大概接近六根涨停板，所以各位会涨股票是不是很容易被你抓到那个起涨点？所以我们只要专做起涨点，在涨升空间中只做起涨点的话，其实你获利的机会比较大一点。 OK，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边，那顶天的话，如果说你从低档开始报的话，是 3.6 开始报，报到73块左右， OK， 一张的话赚29400元，十张的话赚294000元，波段最高涨幅 67%。 我们看一下顶天今天表现如何，3306。 OK， 好，今天来讲的话就已经在高档附近做震荡了，没有错，符合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，它还是属于一个多头格局。但是呢，我不是建议这时候大家买进哦，因为我们的会员朋友已经在低档买进了哦，或者在这里买进的，你千万不要这边追高的时候，你要跟我说，哎，老师我买了，该怎么办？这样子的话就比较难处理。所以你要我们的call讯的话，基本上来讲话，在低档买进，高档我们做调节的话，其实你可以享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获利的过程。好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股票还有哪一档呢？就是这样，各位，我们看一下这边 ，OK， 华城1519的华城，26.1亿元，台湾重电主要的供应商。我常常讲这种股票来讲话，你应该享受到这种股票的一个飙涨股。好，什么时候跟大家分享的？我们看一下。8月16号礼拜三9:08call讯，建议买进华城这个地方，受惠于台电肥单业绩吃补。OK， 当然我要讲话，我昨天各位8月22号的时候，各位这是我本人，我刚刚说华城一路向上哦 ，AI 回神的，但收盘还是涨停板。所以各位是不是我股票有提前的预告？你都很公开的跟大家分享。哪一个分析师可以公开的分享？应该很少。在盘中的话，应该有这么样的话，分享完以后涨停板的股票真的不多，你要好好把握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，我什么时候跟大家分析的呢？跟大家持续追踪一下，7月14号涨停板 ，OK。7月17号，各位又涨停板 ，OK。好，7月17号，各位 K 棒的话，这边发散格局又涨停了 ，OK。我喜欢做股票是发散格局的，因为我创了一个微笑战法，有发散才有利润 ，OK。我们来看一下7月17号的时候，跟大家持续追踪一下重电族群标股绩效36%，一张赚50000，十张赚599000，百张呢赚590000。各位，你是不是可以享受到一个获利的过程？虽然它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看一下这边6月19号分享的时候，如果你有听我的 ES 财经台的节目，你可以去看我的节目，没有关系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持续的追踪，往下收敛的时候，各位这边开始飙，飙上去就是你赚到的。虽然买的价位可能不是很漂亮，或许在起涨点，或者是稍微拉回的收敛格局，可是它还是持续的飙涨。那我们看一下华城7月27号，跟大家持续追踪一下，它虽然是一个处置股 ，OK， 成交量那么少 ，OK， 还是涨停板。OK， 好，7月31号，各位，它什么利多呢？利多为台湾能源转型政策、台电的强韧电网计划，加上美国2.3兆美元基建债政之下持续的过高，所以各位我们看一下。OK， 好，华城，各位，昨天的话，恭喜会员涨停板华城。OK， 好，我们这边的时候盘整，我跟大家分享，还是不是那么漂亮，晃晃的，可是还是涨停板。所以呢，我们昨天发出一个简讯 ，OK， 8月21号时候发简讯，恭喜会员1519涨停板，这是第一根涨停板。各位，第二根，各位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根华城，在这时候咻咻咻到快1:30、1点多的时候才涨停板，恭喜会员第二支涨停板，请大家续报，想赚钱报警，请扫 QR code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那我们发的内部讯息是这样 ，OK， 8月23号我们恭喜会员华城1519第二支涨停板，会员请报警处理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华城，各位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华城1519 ，OK。6月19号161元跟大家分享的，如果你想看我们夜财经台节目也可以，我当时就讲这档股票一直持续追踪往上涨 ，OK。所以8月22号的时候，各位276元，一张呢获利15000元，十张呢获利115万，百张呢你就自己想一想，从这里买这里卖，你可以换赚多少钱？你看到操作，希望邀请你来财富自由。
所以各位，我们的股票是不是很飆，而且都有公开的分享，这非常重要，请大家验证。我希望操作来讲话，绩效给大家看到，我公开分享的股票让你去验证，所以我才跟你说，我的股票麻烦把它写下来，你都可以去公开验证都没有关系，这是我操作一个逻辑。那么今天来讲话，跟大家分享个一个东西，说来，我们推出了八月份的全新的飞龙在天的股票，五档强势股 ，OK， 第一档 ，OK， 我露出来了，你稍微看一下，大概四五四多少，对不对？你刚好看到这个股票，那今天表现如何呢？我们稍微等下看一下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档股票叫做 ，OK， 柯桥 ，OK， 好，四五四二，你也不用猜了，我直接把它改出来给大家看，四五四二柯桥，好。那来讲话，各位咻咻又涨停板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股票会不会很飙？真的很飙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想要拿到这么多档飙股的话，各位放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来起飙点要喷出了哦，各位请赶紧跟上我们的脚步，有 20%、40%、100% 都在内容里 ，OK， 请扫 QR code， 我们荧幕上的 QR code， 如果来参加勇哥的好朋友，勇哥自然的就会送给大家这种型的第五档飙股 ，OK， 好。就是大家帮大家分享一下，然后有什么好标的持续的追踪，所以各位这种股票，然后后来看这边尾号有五九啊什么什么的 ，OK， 都是近期的强势族群，没有错，我的股票算是非常飙，但是来讲话，你一定要来自己来拿，来扫我们 QR code 来加入我们的勇哥的好朋友，我们这助理自然会送给你这五档股票，没有错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哲学。所以说操作理论来讲话，跟大家持续的追踪，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股票操作理论，先守稳再攻击，你还记得吗？勇哥的股票为什么这么多飙？因为一定要先守稳，蹲好马步，股票才会涨。也就是说，收敛完以后发散，我们就切进去。像华晨很漂亮，我们看一下华晨的股价1519。OK， 好，华晨的话今天有过高点，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过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说过什么？出现微笑的时候，把手拿出来，出现微笑的时候，各位看这边，它是有微笑转折，它就会有获利空间，它就会往上涨空间。我当时候这里叫大家买进的时候，他说我会过高，果然一定是过高了。所以每档股票，你真的要有一个 SOP 的操作哲学，就是说该怎么操作，不是有些分析师随便带。带完以后又这么一套牢的时候，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的痛心。因为股票操作来讲话，一定要一个哲学，有一个理论 SOP 的理论，该操作有进有出，这样子的话，你操作的话，你赚钱机会比较大。那我们先进广告一下，谢谢大家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2-5858，抗涨专线02-8512-5858，鼎业投顾。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02-8512-5858。随时注意气象报告，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，避免出门。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、饮用水、简易的急救药品。盆栽、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。一旦发生灾情，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。准备好紧急避难包，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。提早做准备，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。
欢迎回到节目现场，跟大家分享几个观念。各位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我们操作的 SOP 要怎么逢低买进？你知道能够逢低买进，像华晨一样，其实现在没有低价股了，你一定要说转折点去下功夫。那什么叫转折点呢？我再讲一次，华晨这张股票，各位，什么叫转折点 ？OK， 出现微笑的时候有个转折点，转折往上的红棒之后买进去，切进去，停损设下一档，它往上涨的时候就是你最大的获利空间。其实我讲的非常非常清楚，如果你是有技术分析的底子的话，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。找到转折是每个分析师的责任，所以各位，转折找到以后，停损设好，上面往上涨的时候交给市场决定，绝对不是我勇哥喊的股票就会涨停板，希望大家能够沟通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稍微看一下，你跟赚钱的距离只剩下一通电话，如果你想要赚钱的话，请打一通电话给我们助理，我来跟大家如何操作这种股票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好，那我们稍微看一下，来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的网通族群，各位，当时我说的启基、正文、中磊跟重旗，你可能要稍微拉回来看的，什么意思呢？还记得吗？我们7月14号跟大家3号跟大家回复一下，网通族群持续发散。我什么时候跟大家分享的？跟大家持续追踪。7月13号，各位，7月14号的时候，各位涨停板 ，OK， 咻涨停板。好，7月17号的时候，重旗网通类股涨停板两根。好，7月17号，各位，什么时候跟大家分享的？如果你去听我 ES 财经台节目，我都有公开无私的分享，网通的标股绩效46%，一张赚16000，10张赚16万，100张赚160万。所以各位，这时候来讲话，虽然不是剩转折点非常非常低，可是它是发散的格局以后持续往上飙，飙完以后，我当时候跟大家讲，各位来看这边，7月18号。这根黑棒的时候，我说短线休息了哦，震荡处理。如果你有听懂我的意思的话，其实我都有公开呼吁的。我操作来讲也是这样操作的。OK， 有时候看到什么都跟会员朋友讲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你还记得吗？往上涨的时候，它的利润有大概多少呢？各位，一张赚16000，10张赚16万，100张呢赚160万。OK， 在高档的时候都已经知道了，要休息了哦。所以你还记得吗？这张字卡，我是你刚刚把它拿出来用。重旗46%，旗宏挣了61%，华晨是12.5%，最主要是华星光。我大家知道说，刚刚看华星光是在看我的节目，挣了203%，是不是非常非常漂亮？所以各位，会涨的股票其实都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。所以你看一下网通的重旗，还记得吗？7月13号，如果你看 ES 财经台的时候，这时候切进去的哦，切进买进去以后，慢慢涨，慢慢涨，慢慢涨，然后涨停，涨停，涨停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享受到一个获利的过程。好，那我们记得回复一下旗宏，你还记得吗？什么时候买的？6月9号，这个时候跟我买的，你可以看 ES 财经台网络节目，都有网络节目跟大家持续的去追踪与分享。三乐族群3017的旗宏，绩效61%，一张赚129000，各位，10张的话赚129万，是不是赚得非常非常漂亮？今天表现也不错。那么华晨呢？如果在华晨，大家再分享一下 ，OK？ 华晨，你还记得吗？好，这边6月19号的时候161跟大家买进以后，大家可能会骂我说：“老师，你的股票怎么不准呢？”各位收敛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我说股票不是我控制的，我只能控制说它上涨方向的时候，我们追收它的获利空间。各位，重电股标股华晨大涨再创新高，一切都提前预告，感谢大家一起获利，我都有提前跟大家分享预告。拉回来这一波，我们也是有做到这一波的行情。你是不是觉得老师真的非常非常棒？因为你看到节目是真实的呈现给大家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夜财经台节目铜箔基版 CCL 三雄。如果你喜欢老师的节目的话，记得按赞、分享及开启小铃铛给你的亲朋好友。其实我的股票真的非常非常飙。我们看一下台光电2383，33.2亿，跟6274的台药，看今天表现如何？2383台光电。OK， 今天过高了。OK， 好，我当时说它这种拉回来幅度不深就会过高，有没有？应该都有，都有符合我跟大家讲的理论，是它过高以后到底涨的幅度有多强而已。所以有多强，必须要说我会员朋友才会知道。所以各位，股票会涨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逻辑跟 SOP 的。来，6274的台药，我们看一下。
OK， 它稍微过高，我昨天有跟大家讲 ，OK， 稍微有点过高，慢慢来吧。很多股票不是每一天都会涨停板的，只要能够让会员朋友赚钱，这是我当分析师一个小小的责任。那我们稍微看一下，那台药的话，台光电有什么利多呢 ？AI 伺服器价格是唯一一般伺服器的5到10倍，而铜箔基板呢，在 AI 伺服器中产值将是一般伺服器的6倍，所以它有机会持续创高。所以各位你还记得吗？然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那么我来看一下在华晨在。关注一下，它这种股票的话持续往上涨，所以8月16号的时候，各位礼拜三，刚我们看过了，1519210到215买进，受惠台电肥单业绩吃补。各位，当时候你看到这种东西的话，你一直跟你追想分享多次，台电的重电主要供应商，各位东元市电、中心电、华晨跟亚力，我当时候只说的是华晨1519。好，所以华晨呢，我们看一下，7月14号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完以后，各位涨停板。好，7月17号，各位跟大家分享完以后，咻拉回来 ，OK， 又2根涨停板，所以会涨的股票其实就是可以持续的追踪它。各位，我们看一下华晨发散又涨停板了，所以它真的又发散又涨停板了。当时在这里买进，傻傻的买进去以后，真的拉回来以后就喷出去了，所以会喷的股票应该很容易被遇到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，6月19号的时候，这边时候买进，7月17号说中电族群标股绩效36%，一张赚59000，10张赚59万，100张呢赚590万，所以我们股票真的会飙。那我们看一下7月27号跟大家持续的追踪，当时候是处置股。处置股完以后持续飙涨或拉回还是涨停板，那我们看一下7月31号，各位利多呢为台湾能源转型政策、台电强韧电网计划，加上美国2.3兆美元的基建带动之下持续涨停板。OK， 然后呢前几天华晨各位买完以后会员又涨停板的1519华晨，这时候在应该快一点的时候涨停板，所以呢我们简讯的通知呢各位8月21号12点多恭喜会员朋友涨停板，会员请报警处理。 OK， 8月22号 OK， 昨天恭喜会员第二次涨停板。各位我在盘中的时候跟大家分享，如果你想做当冲的话，你看咻咻咻收盘又涨停板的，是不是请大家报警，想赚钱赶紧扫 QR Code， 如果你有永哥的 QR Code， 可是很多标股跟大家持续的追踪与分享。8月20号各位恭喜会员朋友1519第二支涨停板，会员请报警处理。所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8月20号这根昨天做的字卡什么时候，如果旧月份开始报的话，6月19号161报，报完以后报到现在8月22号276元，161跟276赚100多块，所以一张做获利115000，10张获利115万，100张呢拜托你就可以买一栋房子了，在南部地区。所以各位你看到的操作，希望邀请你一起财富自由。所以我们的股票会不会很飙，真的还不错，表现的还不错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么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说，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八月份的飞龙在天的标股5档强势股，各位不要猜了，第一档已经露给你看了，叫做科桥 OK， 那做什么的呢，可以我们看一下 OK， 叫做 PCB 的设备 OK， 好，科桥4540各位飙涨各涨停板的4542 OK， 所以你不要猜，如果你来扫我们的 QR Code OK， 我们看这边，如果你来扫我们的 QR Code OK， 起标点喷出的话20%、40%、100% 都在内容里 ，OK。只要扫这个 QR code， 所以加上姓名跟电话的话，我们就请会员朋友，我们请助理来送给你一个资料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因为你要享受一个标股的过程，一定要来扫我们的 QR code， 让永哥知道你是永哥的喜欢的粉丝朋友。尤其是 Yes 财经台的话，如果你喜欢永哥节目的话，希望能够按赞、分享及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看一下这张股票4542，跟大家持续追踪一下。OK， 好，它其实来讲话，各位，我们看这边，它其实符合我们的定义啊。其实，如果你听我节目的话，应该都几个小小的诀窍而已。我都拿出一只手，各位有没有一只手 ？OK， 有没有诀窍？出现微笑转折，它就往上了。买向红棒的时候，交给市场决定。底部呢设停损，往上涨的时候就是你最大的获利空间。或许你可以赚2只、3只涨停板，就非常的容易。如果你不会操作的话，欢迎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的话，我们助理会跟你联络。而且我们股票其实也非常非常飙，每档股票你只要能够接受到，能够会发动。
这才是重点。如果你买的股票都是不动如山、不动明王的话，如果你喜欢这样操作的话，可能要找别的老师操作，因为老师操作股票基本上都要会动，这是我给我自己一个要求。股票会动，会员会赚钱，这才是当一个想来参加投顾的一个目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。那么八月的话，各位是整理盘 ，OK， 机会不等人哦，超前部署，你还记得吗？大整理盘，因为大盘来讲的话，各位真的是整理盘，现在有点稍微要突破了。各位看这边突破这个长黑的高点，它即将就会反弹了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看这边长黑高点大概在哪里呢？16585，所以16585突破的时候，各位就有机会再做反弹了。所以各位盘整的话，可能稍微做结束了，在半年线盘整完以后就结束，要往上走反弹空间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机会不等人，要提前部署。OK， 好，各位我们看一下，跟着我 ，OK， 逢低进场再赚一波。为什么要跟着我老师做？因为我股票真的还不错。如果你听我的节目的话，你应该享受到一个获利的过程，你听得也很开心，因为我们股票真的会涨，而且会动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边。跟随老师，安全上车，平安下车。你也知道说，我在高档的时候，我都暗示大家公开的分享说，这过热 AI 族群过热哦，过热了，你是不是要调节一下？在底部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说，什么时候要切入，要买进，都有公开跟大家无私的分享，希望你能够听懂我的意思。所以各位，你看这边。盘面震荡的时候，你才需要专家度过危机，迈向获利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想要加入永哥的好朋友，你将会有第一手的消息分享。好，最后如果任何的持股问题，欢迎来电洽询。也谢谢大家收看，也祝福大家操作顺利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